好，我们是 Lollipop。 今天呢，看得出来我们在一个很欢乐的地方，这是哪里呢？游乐园。要干嘛呢？今天？今天呢，其实要跟女主角约会。Lollipop F 四位帅气男生今日特别陪歌迷玩游乐场，并且正当女歌迷心中的最佳男配角。在约会之前呢，我们有首歌要送给他。好，一二三。我就是你的最佳男配角，没资格拥抱，至少能依靠。我只想要、是的，刚刚我们唱的就是呢，这次我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最佳男配角》。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跟粉丝约会。开心吗？哪位？开心。开心哦。你最喜欢谁？阿伟。阿伟。啊？为什么要啊呢？因为我想说，这个游戏一开始如果就有答案的话，那不就很不好玩？不会。他现在先讲了一个阿伟，但是呢，在这个约会的过程呢，最后会不会选阿伟是很难说的。对，不过选我的几率蛮大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四个当乃维的最佳男配角，然后我们一起来约会，好不好？乃维做一个开心的表情，再放笑容的表情。好，走吧，一起去约会吧 ，Go。今天 Lollipop F 要和女歌迷一起玩咖啡杯、碰碰车和旋转木马三个项目，每个项目由女歌迷选择一位偶像近距离陪她玩。在咖啡杯面前表示最喜欢阿伟的羞涩女歌迷竟然选择了敖犬和她共乘一杯，让威廉、小玉、阿伟吃醋不已。到了浪漫指数五颗星的旋转木马面前，女歌迷终于遵从内心的愿望，大胆地选择了阿伟。原来之前不是不选，是时候未到，但是两位坐在木马上的姿势让阿伟略显得尴尬。好了，准备好了，可以吗？可以，但是呢，其实呢，希望大家用一个比较健康的角度去看，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很年轻的画面。没有没有，是因为威廉一直给我奇怪的表情。你很紧张吗，乃维？这好像是我们认识将近3年来第一次这么靠近，对不对？我就近监视你们，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休想超越我！驾驾。玩过旋转木马，到了最后一项碰碰车面前，这时女歌迷做的最后一个选择却让满怀希望耐心等待的威廉失控抓狂。请选择。为什么我这张专辑我唱了拳法，我瘦了5-6公斤，我练了舞，我这样子。威廉算了，威廉放过他。威廉算了威廉。威廉要克制克制。威廉这人证好好，这人证明说现实是残酷的、好不好？调整好心情的威廉于是和大家一起进行了一场碰碰车大战，女歌迷沉醉其中的幸福表情一定让诸多 Lollipop F 的粉丝们羡慕到不行吧。最后 Lollipop F 还亲自为女歌迷喂上小吃哦，为游乐园之行画上圆满的句号。娱乐台视力台北采访报道。